日前，为着民雄的日式招待所举办今年迎新春活动，结合市集，现场也设有茶席提供人品茗，同时也透过武术的表演，带着现场的民众做伙运动，保持身体健康。民雄日式招待所文创园区，嘛是嘉义县政府文化观光局这几年伫大力推广的观光重点行销之一。园区保留着上完整的历史建筑以及大片的草皮，让民众会当前来放松。那个我们民雄日式招待所哈，是非常适合整个身心灵健康的一个场域，好，所以我们安排一系列的身心灵健康相关的活动，好，包含。运动健康的武术部分，还有跟茶道、花道、音乐相关的部分，也希望各位嘉义还有外地的好友可以一起前来，大家共享健康，谢谢。协理吴家全表示，民雄历史招待所的环境是非常适合放松心心灵的场所，因为而且安排健康的活动，透过武术、茶道、花道等等无同的方式。好，大家来到这都会到好好放松。今年是我们民雄日式招待所的第一年的春节走春活动，那每年的春节我们都会办这样子一个新春走春活动，那欢迎我们的在地的或全国的好朋友一起来民雄过新年。总干黄振宇表示，这是民雄日式招待所第一档的新年走春活动，接下来每一档也都会举办这款的活动，希望会当让民众伫咧过年期间，拢出来行行，保持身体健康。最新新闻咧，由民雄乡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。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